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因缘故大地震动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主观何故大地震动？”尔时，要上观四方时，见下方界有二十亿众生从地涌出，见上方界二万五千亿众生同时而生。持诸年少见世事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出生者是何等人？”佛言：“汝等见此大众否耶？”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”佛言：“此众生出，唯汝徒伴。”问言：“世尊，此诸众生亦有死否？”佛告年少：“一切众生悉皆有死，此亦不免。”十诸年少合掌向佛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更不能忍流转生死。”佛告年少：“汝等能起大精进否？”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面见如来，耳闻如来说甘露法，见菩提萨多现大神力，见佛弟子诸声闻众集会于此。世尊，愿修精进，不能忍受生死流转。”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及五百眷属以神通力永生虚空，生出狮子、猛虎、白象，现大神通，于高山顶结跏趺坐，满二万由旬，化作十千亿日月。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故世间有此光明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诸年少：“善男子，汝等见此日月否耶？”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”佛告年少：“此是菩提萨多自身光明现作日月，是于众生为之说法，安乐利益一切天人，人中修行得此神通。”十诸年少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愿说如此光明因缘。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汝见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否？”时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唯然已见。我有少疑，欲问如来，愿佛听取。”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随如意问，当为汝说，令汝欢喜。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之事，当为汝说。”要上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见如来有八万四千天子围绕恭敬，复有八万四千菩萨亦围绕恭敬，又见万二千亿猪龙围绕恭敬，复有万八千亿天神等围绕恭敬，复有二万五千亿诸恶鬼围绕。世尊，何因缘故有此众集？”尔时，世尊告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“善男子，在此众集未欲听法，要上此诸众生今当被生死，
今日当得住于实地，住实地矣，得离烦恼，得即灭佛法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众生杂业所生，如来云何尽此众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住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要上，此诸众生愚痴无智，不知解脱在于何处。多有年少诸众生等，今日当得法陀罗尼，得知一切法，得于实地，至实地已能作佛事，能转法轮，寓于法语，少无上佛法，安乐众生，天龙阿修罗乾闼婆恶鬼等，闻法欢喜，皆住实地，及大法鼓，吹大法锣，此年少等勤修行故，得此实地，今所得法如十方佛。尔时五千年少众生从座而起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身为重担，大可不畏，不知道已非道，我等犹如盲民之人，愿佛怜悯。我等劝请世尊，愿佛说法。我等身无智慧，不知法要，愿世尊为我等说法，令得远离生死之苦，所生之处愿见佛身。尔时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与诸年少众生言：汝等时已，然后为汝演说正法。是诸年少欲要上言：我不是汝，汝为是谁？色相即灭，离三恶道不？如汝身相，离诸恶法，见汝掌中七宝庄严，身服宝缨，以功德具。我不知汝是何等人。我等不虚食，亦不虚饮，以食入身，甚可增物，变成屎尿，作血肉精皮。是故我等不虚食饮，不虚一切细软衣服，不虚臂印金串珍珠璎珞庄严身具，皆所不欲，以无常故。我等亦不顾惜生命，为离恶道。我等求于法师，为安乐天人，为求善知识，不求转轮圣王，以转轮王随主四方，不免磨灭。男女妻子不能随从，所有七宝亦不逐去，无量人众亦不随去，于四天下无复自在，一生为王，多见无常，作恶业故，多教唤地狱。七宝自在，游四天下，竟何所在？忍者且听我等所说，速至佛所，佛观一切，引之如子。我等无父无母无兄弟亲族，一切皆无。佛为我父，如来是母。佛如日月，是人善道，于生死中能救众生，令不复生，诸烦恼何甚可怖畏。众生在中，烦恼飘溺，如来救之，令不复入。世尊怜悯，会说正法，是人无上菩提之处。我等不贪饮食，不欲世间富贵，不愿升天，不畏堕恶道，得人生矣。愿见世尊，众生短寿，流转无常，以恶业故，贪着五欲，不觉死至，知死必至，亦不怖畏，不念生灭，不知细法，不修细业，不知即灭界，无名复心，生已归死，死已复生，心亦不生厌离之想，长夜受苦鞭挞抓打，不生厌离，但起劫夺受欲服苦，五服所系本恶业故，命是欲灭，悲戚而言：谁救济我？一切悉与金银杂宝
身为奴仆，一切作使，我悉能为。王位自在，我悉不欲，不须财物，但求活命。如是仁者，我等不须饮食。诸王自在，实则上位，会归于死。天时甘露，亦归磨灭。种种百味，王所贪着，求食则无。饮食等味，我等不须。我等求闻正法，令得离苦，愿离爱福，诸劫烦恼，皈依世尊，愿离诸福。我等敬礼大仙、世尊，为诸众生。未知仁者名字何等？愿自说之。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世界广博，众生名字宁可敬之。诸年少言：我等愿知仁者名字、甚深名字，愿为宣说。要上答言：我名要上，治众生病，药中最上。我今为汝等说，令离诸病，灭除一切世界病苦。世间贪为大病，能除灭之，称为大病。无智众生流转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痴为大病，众生受苦，皆能灭除。诸年少言：闻此妙法，离诸苦难。凡夫无智，受诸苦恼。闻此净法，离诸恶业。离恶业故，无恶道位，速见如来，救一切病，医王施药，了治众苦。仁者，速去礼敬如来，以我等语向世尊说，世尊能除我等之病，灭烦恼火，欲火烧身，不能灭除，我等疾苦，愿佛怜悯。身为重担，甚可怖畏，三毒所压，不可得胜。去来常担，不能远离，不知死至，不生筋骨，不知解脱道，亦不知是解脱者。以愚痴意，自谓不死，见父母死，犹不生怖，诸业烦恼浊乱其心，受诸苦恼，云何而食？我等无名不心，有如是苦，大不重担，想行即受，痴爱无智，流转诸有，世间妄生，不是解脱。世人愚痴，欲与相汤，意以上浮，食以上味，耳听乐音，种种赐予，种种好色，要欲观之，一切好味，舌求贪食，气软之处，身欲着之，二身和合，持心未乐，此生玩痴，何处有乐？着好履席，衣服、饮食，无如之何？临终困滞，无有能救，自不能救，衣服之具，岂能救济？身在世间，持诸相马，常作恶业，不求解脱，自作教人，不知后报。我等前死有生，今生有死，忧悲苦恼。我具见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丧亡，悲哀忧愁、苦恼，皆悉见之，诸行皆空。智者云何而生乐着？不求即灭法，不求离生死法，以贪复心。生在世时，不行不施，一切过中，不过贪心。着于是法，多作有行，不知修习禅定解脱之道，不知发大誓愿成无上道。佛是父母，佛是是解脱道者，能欲利益众生愚痴，众生不知护法，发心愿求无上菩提，名为护法。一切行空，财物亦空，若观我空，不复受身。愿仁者怜悯，以我等语具向佛说，为诸菩提萨多故，诸菩萨法不应懈怠，勤修精进，舍恶行善。仁者，
为我往至佛所，礼敬如来，作如是言：世尊知一切法，悉无有疑，恶魔眷属，佛已调伏。如来已能燃大法具，令众得乐。如是之法，能成佛者，我等未闻。仁者，速往佛所，为我等故。我等不见如来，犹未得度。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见此身矣，然后得度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欲诸年少，汝观上方有何等相？诸人闻已，观上方，见五百化佛，又见三千大台七宝严饰，七宝罗网亦覆其上，如莲花叶出种种香。是诸众生问药上言：此诸花座是何等相？药上答言：此是汝座，速至佛所，礼敬如来。诸年少言：我等不知所行之路，不见如来，知亦何方礼敬如来？药上告言：汝但礼敬如来世尊，如虚空城无有住处，如来亦如是。如来安住处如须弥山，如来等须弥山如大海水，三千世界为成数等十方菩萨欲求佛住，不知所在。十方诸菩提萨多但遥礼敬。诸年少言：愿人慈恩满我所愿，心欲见佛，清净礼敬。要上告言：如来不求香花，为众生作因，令离生死，恶魔眷属不共争论。皈依佛者，不入死门，速得法陀罗尼，发尽心愿，即得见佛。尔时世尊以迦陵频伽音悉然微笑，从其面门放八万四千光明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下至十八地狱，上至阿迦尼乍天，其光杂色，青黄赤白玻璃等色，如是等光从面门出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。与思光者，一切众生皆得安乐。照世界已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七匝，从佛顶入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合掌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，我欲少问，若佛听者，乃敢发言。尔时世尊告要上言：善男子，随汝所问，如来为汝分别解说，令汝欢喜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三万亿年少欲听如来微妙身法，愿为说之。佛告要上：善男子，若闻如来深妙法者，当觉诸法得具足一切功德，日即得住于实地，能及大法鼓，见大法床。要上：汝见如是大台否耶？要上言：世尊，唯然已见。佛告要上：此诸年少今日得坐此台，证一切法，满足一切善根之法，今日当得及大法鼓，无量天人得闻法已，悉得利益；无量地狱众生得闻法已，得被恶道。说此语时，众中九千亿老众生得须陀洹果。要上：闻此法者，得离一切苦，具一切善法。要上：一切皆能成就佛身。要上：汝观四方诸大菩提萨多。尔时，要上即观四方，见东方界五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南方界六十亿恒伽河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西方界七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北方界八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下方界九十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；见上方界
百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而来向此，道已皆于佛前，在一面住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于虚空中见黑色、黄色，是何等相？佛告要上：汝不知耶？要上白佛：唯佛如来能一切知。佛告要上：此时恶魔及诸眷属欲来至此。要上：汝欲见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欲见之。佛令要上即见恶魔。要上见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恶魔至此？佛告要上：魔欲乱此法座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菩提萨多为观诸年少受位故来。要上：汝见此诸菩提萨多种种形色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力否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唯然，我见百千亿恒伽沙菩提萨多自在神通而来至此。尔时世尊说此法已，一切勇菩萨、要上菩萨、一切老少众生、一切天人世间、阿修罗、乾闼婆、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僧伽乍惊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。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之前说到过，很多人问觉姐哪个宗派的见解他比较推崇，觉姐始终保持中立状态，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观点呢，都应声附和，表示赞同。但是呢，一旦讲到行持问题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判若两人，不轻易迎合任何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看来啊，见解或者理论是可以百家争鸣，大家一同探讨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，真正的实修是必须从最基本的法门入手。所以说，无论我们属于哪种根器，从最基础下师父的内容学起，是觉姐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原则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一种误解啊，以为下师父的下就是低下低等的意思，所以呢，一听到下师父啊，马上就心里就看不上，觉得层次不够高。其实完全不是这样，下师父的下是相对于上师父的上来说的，但是呢，对于我们的水平来说，下师父实际上就已经是上师父了，因为我们连下师父的水平都还没有达到。比如啊，人生难得，死亡无常啊，因果业力这些概念啊，我们都还没入心，还没完全建立起来。所以呢，要先看清自己的水平，再去学习适合自己的法门。以前噶当派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也是关于夏拉瓦大师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夏拉瓦大师还很年轻，听说后藏密法兴盛，于是呢
就决定启程前往后藏，去完整系统的学习秘法。途中呢，经过一个叫做打龙汤的地方，刚好这个波多瓦大师啊正在宣讲道次第，于是呢，这个夏尔瓦就在那儿听了一堂课。听完之后呢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这辈子学习秘法是彻底没戏了，于是呢，他就决定潜心修学道次第法门。那年夏天，就在波多瓦座前认真学习了集学论。当时夏尔瓦正好有一个叔叔担任一座寺院的住持，所以呢，家人们呢也期望夏尔瓦能够接任这个住持的位置。可是呢，集学论当中有这样一段话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成为寺院的执事，就总是免不了造作一些过失。夏尔瓦一想到这，毅然决然地回绝了住持的安排，从此呢，就是留在波多瓦大师身边学习，直到波多瓦圆寂。后来噶当派的大德是这样来评价的：夏尔瓦大师是一位真正有福之人，不同凡响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仅仅是听到了几句法，就能下得了这么大的决心。可是我们这些人呢，就算听了100遍、1000遍，也下不了任何决心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小看这些最基础的修行，虽说是基础，但同时也是可以直接引导成就的法门。法不在高，不在深，关键在于有没有入心。要是没有基础的修习，那学习大乘秘法都只是枉然。波多瓦曾经说过，以前我的修行不够扎实，道行不够深，所以做了很多秘法的持诵，做过很多大多玛，也观修过空性，也修过本尊大手印，但是现在看起来是时候该观修无常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修法是修给自己的，不是修给别人看的，也不是用来跟人家攀比的。自己什么水平要心知肚明，不能眼高手低，好高骛远。连波多瓦、夏尔瓦这样鼎鼎有名的大师都觉得自己高攀不起秘法，我们怎么好意思一直说啊自己要学习大乘甚至秘法呢？总之呢，我们已经反复说明了夏师父的知识是必须